1999乱报案，高潮太久夺冠。这么快还是要去哪里？什么？有人报案高潮太久，这也需要报案吗？全台超过60%县市设有便民服务的1999热线，只要一通电话，随时为您解决任何疑难杂症。其中许多都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离谱报案。遇到比较夸张的案例，就是他是说他家的爷属，就是不是家属，是他家的爷属，然后好像受伤不能动了，叫我们把他送医。苹果即时新闻进行调查，从1999转介警消的十大超级车任务，由高潮太久夺冠，帮猴子劝架，蟑螂乱跑， ATM 吃钱，被鬼附身，赶小鸟，抓蝙蝠，收骨灰坛，放牛吃草，则分居2到10名。基层警消人员痛斥，每天处理这些荒唐报案，不仅耗时费力，也根本毫无意义。动新闻，麦克来乱啊，报道。